推翻中共独裁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党主席高颖女士要求中共独裁帮凶，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西代峰、刘国中、李干杰立刻下台。我高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党主席，现在正式要求中共独裁帮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代峰、刘国中、李干杰立刻下台。我们中华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革命一定要推翻中共独裁统治，中华人民革命党主席高毅。中华民国南京时间民国以来，1921年12月23日。